大家好，我学长，欢迎到学长开箱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台非常非常好喝的家用高阶磨豆机哦。大家听到我的重点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喝。那这台名字叫做 Barossa 的 Vario Plus， 那也算是目前 Barossa 最近研发的一个新一代的机器啦。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，Vario Plus 原本是 Barossa 的可能中阶的一个机器，那它的高阶机叫做 Forte， 但这一代的Vario Plus 呢，几乎已经把 Forte 一些最重要的一些部件呢，整个往下移植到 Vario 里面了，所以以前的 Forte 呢，大概要30,000多块钱，但是这一次的 Vario Plus 呢，用18,800的价钱呢，就把这些优点都放进去了嘛。所以目前我可以跟大家讲，它算是CP 值非常高的一台高阶磨豆机，无论是在规格或者在风味上面，都会让你买。那当然它有一些优缺点，那学长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它几个最有特色的部分。OK。好，首先呢，我要先跟大家讲，这台磨豆机的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刀盘。那它使用的是 DT54mm 刀盘。那怎么看呢？就是把这个豆槽转开以后呢，它有附一个这个转开刀盘的工具哈，把它顺时钟就转开了。然后可以看到哈，这一颗呢就是 Vario Plus 的灵魂哈，就是 DT 的合作刀盘哈。那 DT 是瑞士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商用咖啡机的大厂，它的刀盘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，很多咖啡店都使用的是动辄几万几万的这个低频的咖啡机。它的刀的风味非常的饱满，清亮度也非常的好。那这次它就是跟 Barossa 合作，那刀盘有分两个，一个是不锈钢的，另外一个是陶瓷的。那这个硬度呢非常非常的高，完全没有输不锈钢，但它两个功能上面呢是不同的。目前如果各位去查一下 Vario Plus，其实在国外的各个 YouTube 大神对这个刀都已经是赞不绝口，其实我都看的就是有点夸张，甚至有一些大神呢都觉得说他已经有媲美 EK43 的等级了。那我个人会觉得说，其实确实它的风味上面呢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，它的粒径分布呢其实远超过它的这个售价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，真的是喝过以后就会发觉说，哦，原来这个厉害的刀盘就在这里哈，这是一个锐刀的设计，然后这是比较钝刀的设计，那这就是 Vario Plus 的灵魂的部分了哈。那这两个刀呢，如果要购买的话，还是要了解一下哦。那不锈钢刀呢，基本上呢，如果你要拿来做 Espresso， 只能做到大概是手压意式机的等级哈，没办法用商用意式机。它的研磨度没有那么细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想要用商用的意式机的话，你可以使用这个陶瓷刀。那陶瓷刀呢，学长测试过，用 Lamasoco 的 Linea 来做，是完完全全可以 cover 它的压力的哈，甚至于我还要留很多的空间，可以磨到更细，对吧？它都是可以 cover 的哦。所以用它来做 Espresso 是家用的也好啊，手压 Espresso， 甚至于商用的 Espresso 都是没有问题。这把刀它的细度是完全够的。那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两把刀的风味上的特征。那不锈钢刀的风味呢，就是酸香非常的精彩，整体的萃取率呢也非常非常的高哦，所以用它来做单品啊、手冲啊，真的风味非常的好。我个人是觉得以它的胶带来说，它跟小富士是有超出小富士的风味的等级，虽然价钱很高，但如果以同规格同价钱的小富士来比的话，它真的是完全没输，甚至于它已经走到商用机的等级了。那这个陶瓷刀呢，如果你拿来做手冲的话也是可以的哦、喔、但是它的风味呢就会偏比较甜跟口感部分，喝起来整体圆润度比较好，但是呢相对来说它的层次感就没有那么清晰，但是用来做浓缩的情况之下呢，它的甜度非常的好嘛，做奶咖没有想要追求太多的譬如说特殊风味，譬如说你是用综合豆，我要追求的是喝起来圆润，喝起来焦糖甜、焦糖香、奶香这种的话，其实用陶瓷刀非常非常的好做。好，那这台机器呢最核心的部分其实就在于这两把刀啦，那我们可以明白它的风味真的是厉害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一些它的其他部件以及优缺点。那这一次的Vario Plus 呢，它有做一些升级，从譬如说这个调整研磨度的按钮，以及它这个里面这个研磨室，它都升级成为金属的，所以它在耐用度上面呢是比过去的 Vario 的没有升级版本是更好一点点。那这些部件呢，以前都算是那个 Forte 的等级啦，它就把它移植下来，哦，让消费者可以用起来会稳定性啊，或者是它的耐用性会更好一点点。那可以看到它的研磨度呢有分两段，一个是这个是大的range带，这个是小range带哈，大range带分十格，小range带从 A 到 V 分得非常的细哈。那如果你是用来做手冲的话，原则上你可能四格到五格一个range就够了，你不需要一格一格这样调。
太细了，你影响不会那么大、哦、大概三到四格，四到五格这样调、哦、那但是如果你是用来做 espresso， 因为 espresso 大家都知道嘛，它对研磨度的要求更多、更细腻，就可以考虑一格、两格这样来调、哦、那你在碰到比较刁钻的机器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确实的调到你想要的研磨度。那这一点设计上面呢，就是兼顾了手冲跟 espresso， 这一点其实我是觉得很不错，也只有 Barossa 这样的机型可以做到那么细微的调整，这点是蛮厉害的。 OK， 那接下来就是来讲一下它的一些配件。 OK， 它的配件部分呢，原则上呢是这个粉盒的部分，就是如果要做手冲，你就可以用这个粉盒，就直接装粉，它不太会乱喷，这点是比较舒服的。那如果你要做意式的话，它有这个意式配件，可以直接把那个我的意式把手放进去以后呢，就直接落粉落在你的把手上面哈，那是蛮方便的哈。如果你是把以这台机器当做意式专用磨豆机的话，其实是 OK 的。但是呢，这个落粉的部分，我需要特别强调一下，建议用陶瓷刀来搭配这个部件，因为不锈钢刀在搭配这个部件的时候，你会发觉说它的落粉的位置上面是没有像陶瓷刀那么漂亮，会比较偏移一点点，部分的失误率会高一点。但是陶瓷刀落粉的位置就很漂亮，就在正中间，又验证了说这个陶瓷刀其实就是为了意式而生的。那接下来就是关于它的粉槽，它的粉槽呢是以意式为设计的，那它有做它的额外的配件，就是专门做小分量的，譬如说你要做手冲的话，你可以购买小分量的粉槽。那这个大分量的粉槽跟小分量的粉槽呢，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是，实话说吼，这也是 Barossa 的一个大问题，就是它的残粉率是比较高的吼，因为这个粉槽呢，它原本设计就是要放很多的豆子，所以如果你放很少的单份20颗20颗的豆子的话，它常常会卡在边缘。所以你可能要摇晃它，我的豆子才会顺顺的下去，然后会有一些卡粉的现象。但如果你用小分量的粉槽的话呢，这个问题会比较好一点点，对于你的清洁或者是对你的整体的残粉的降低是很有帮助的。那这个在清洁方面啊，或者是它的残粉，事实上来说，从 Vario 一直到 Vario Plus， 它是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善的，这也是它的一个大盲点。所以各位如果在使用它的情况之下，可能就是为了它的好风味，可能在清洁上面呢会稍微辛苦一点。OK， 那以上呢就是 Vario Plus 的它的主要的特征以下优缺点。那各位可以来思考一下，如果你是为了追求非常好的风味。OK， 那你打算要花20000块左右买一台高阶的磨豆机的话，那 Vario Plus 是可以考虑的，因为它的风味实在是蛮厉害的。那同时它也算是一个意式跟手冲双栖的一把刀，但是呢，它的麻烦之处就是有可能你要考虑说用哪一把刀，因为两把刀各有各的优缺点，它毕竟还是要借由换刀盘的方式才能满足这个要件，它有它一定的麻烦度。然后最后的一个小问题就是它有一些残粉的问题。那如果这些问题你都觉得没关系，我稍微辛苦一点，但是我为了追求风味非常好，然后就用这个价钱就可以买到商用等级的神器，其实 Vario Plus 还是蛮值得投资的一台神器级的齁。 OK， 好，那今天 Vario Plus 的开箱就说到这边为止齁，如果任何问题的话在底下留言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